好的，不用担心，你在监狱哪里？监狱，监狱上哪里？监狱在哪里？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没事没事，监狱。徒刑，你才无期徒刑的。好的，现在请你们十位挑战者自行分配成两组，五个人一组，请开始。懂得为我牺牲者先来，你过来，来。我为什么要分一组啊？好，你过去。先为我做什么？你过去，你跟我去厕所。先快跟我去厕所。你干嘛？干嘛去厕所？你真的是他想叫我才干嘛？我才没有。雪人啊，猜拳，猜拳啊！来，我喜欢用下面猜，用下面怎么猜啊？下面没有啊，他只配白线，他是女生。来，现在要选什么？不，对，不，哎呀，哦，对啊，那你很厉害。选谁啊？所以我先选个男的吧，男的吧，而且不知道体力还是脑力，哪里是脑力？来选一号，你七二一，来选一个，我选可以做一些体力活的。好了，来吧，你是挑哪一种体力活？我觉得不对，是可以帮忙加油的啊，加油加油！看到没有，那一队很可怕，各位朋友们，快过来，什么态度？那我要选输很多钱的龙，哎呦，好，非常可以加来，站立，换你，我选一个，衣服脱掉，看一下，小姐，你是妈妈，好臭啊，这个还不错吗？这个哪一串钱都会低，这两个，这两个怎么那么害羞，还在害羞？这个手指脱掉了。什么？你在选什么？嗯，这个，那边还有一个，那边还有一个，这个还有他。哇！哇！这个小命有难测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所以我也要加油，他可以加油，我们已经有加油团了，选他，他很强，选他，他可以陪你去厕所，一零三一，他说一零三一很强，一零三一留给他们，留给他们吗？既然那么强，要不要送你？可是我们留给我们吧，太难了。1108，这样对象可以帮助些什么事情吗？那你加油啊！你这边又是加油团，你这边是拉拉队，好，但会唱歌，那1108会唱歌，1108选得好，雨婷是我了吗？可是我们这边就是我们要男女平衡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要男女中和。我刚刚说雨婷，我们这个是个多元的团体，我们接受任何人，我们所有的人都喜欢。我们两个谁比较好？你刚刚前面讲那个干嘛？讲两个选男干嘛？干嘛？我以为你要直接选他。对啊，那我怎么办？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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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选，完整。实力差不多，实力差不多烂，还差不多烂，你才烂，差不多烂，我们很烂吗？那我们一起投票啊！好，投票，投票，我们真是挚友，他们两个都蛮强的感觉。好，1031跟1101012，好，要1031的举手，3 2 1，我觉得可以，好了好了。这队如果比身高矮，我们赢。真的赢吧？不会比这个，不会比这个，有可能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
好的，现在你们分组已经结束了，那等一下，请马上要进行我们第一关的游戏，请稍等。会不会太久？这分组好久，没办法剪，全剪掉。他直接剪到直接分组。那我们就是我方法对的，不会，还是有好笑的。你们这样做几集？两个半小时特别节目，真的哦，真的吗？除夕播，除夕播。